对于我来说，谭生就像是一根救命稻草。把出轨的证据发到网上，是谭生给你出的主意吗？朱小磊的情人找到我挑衅，我受到刺激，一时冲动，才把谭生帮我查到的所有证据放到网上的。聊得怎么样？你当时对安瑞云不只是同情吧？多少？还夹杂着一些其他的情感。是。他让我把这张卡还给你，他不需要。也谢谢你这么多年对依依的照顾。还有，他让我捎给你一句话，说那一天是他自己说气话，激怒了朱小磊，和你没关系。是我自己激怒了朱小磊，我也希望他能够原谅我的自私。去打个招呼吧。